大家好，我是鲁猪，今天来做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鲁猪，现在是一位 YT 的菜鸟，以后还请大家多多的指教。现在来做正式的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鲁猪。暑假结束后，我就要升国中三年级。明年呢，就要参加国中教育会考。我的兴趣是表演，我的专长是表演。因为你一定会想说，为什么我的兴趣跟专长都是表演？哦，你第一次没有看我第一支影片哦，我们现在再看一次。成为一名舞台剧演员，把最好的表演带给大家。也希望成为一名表演老师，帮助像我一样的孩子勇往直前。为什么我要开创 YouTube 的频道呢？因为我希望以后可以多多分享我的表演影片和照片给大家，也介绍一些剧场里的小知识。目前我会开创两个新单元，第一个就是鲁猪表演趣。主要呢是要分享我的表演影片和照片。第二个单元，新单元呢就是鲁猪表演小教室，主要呢是要介绍剧场里的小知识。毕竟我现在还是个国中生，发片的时间跟剪片的时间都会不固定，所以请大家多多的谅解，希望大家多多指教与支持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我是鲁猪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